今天要介绍的是 Austin 搅拌机，瑞典进口 Austin 搅拌机 AKM6120B， 这主要我们的设备里面会有的主机跟配件一一做介绍。第一，会有主机；第二，主机的钢盆；第三，打蛋盆与 打蛋球；第四，这个是钢盆盖；第五，搅拌钩；第六，揉面杆；第三，这是我们的刮板；第四，钢盆刮刀。